我们开门大吉的主题就是琼瑶剧。叫玩具，第一句吗？是。哎呦，你看我来这个的。寒暄天，寒暄地，寒暄人家。花的梅花扑鼻香。你说，好像。来到由长喝气色好的汇源桃果肉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开门大吉，我是一哥买提，欢迎各位。有这样一位女作家，1965年她的作品第一次被搬上了荧幕，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多的年轻人都说她教会了我们恋爱，但当我们真正开始恋爱的时候，才意识到阿姨你骗人。你们知道他是谁了吗？没错，就是著名作家琼瑶。琼瑶剧也捧红了一代又一代的琼女郎，也留下了一首又一首有关爱恨情仇的影视金曲。所以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的主题就是琼瑶剧。我们的选手依然将会按响门铃，打开大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就在这里。来，为各位选手加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耶、yeah! ！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跟琼瑶剧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来，掌声欢迎他出场，有请！哎呀呵！大王，是一个来自四川的北漂的主持人。嗯，然后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琼瑶迷。哦，所以今天第一个上场打头炮哈。是的。告诉我们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就是希望可以给我的妈妈她带的那个广场舞队，买一套新的那个音响设备。嗯。哎，但我还有第二个小梦想。我们这只能有一个梦想。求求你了。尔康、啊，哎呦，求你了！还有第二个小梦想、啊，就是我希望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啊、可以给我妈妈带个女婿回去。给你妈带个啊，找男朋友啊？哎呀，那我感觉他应该是主要为第二个梦想来的，对吧？那来吧，我们给他加加油吧，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按下门铃，加油！可以回来了吗？哦，你不用再听下去了。这个也太简单了。唱着回来。一个女孩，是这意思吗？歌名叫做《婉君》。婉君，确定吗？这个地球人没有不知道的吧？地球人没有不知道的，我看看现场有没有人不知道啊？有没有？啊？你哎，你是我火星的舅舅。他不是地球人，到底对不对？婉君，让我们期待开门大。行，对了。一个女孩。
君。嗨，小妮你好。欢迎歌手李翊君。大家好。这是李翊君的模仿秀，你看看长得多像，歌声哎呦，真的，你们开门大吉特别厉害。我每次看的时候，有什么刘德华呀，什么都模仿的特别像。我应该是最像的吧？你最像，你那个动作就是那个猛然。这位如假包换的真版的正版的李翊君。大家好。我是活的，他干嘛摸？他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李翊君吗？是，你好，大王。哎呦，你看我的鸡皮疙瘩。哎，你是特喜欢李翊君吗？哎，真的呀，你跟他的鸡皮疙瘩。我不是。我的天哪！我《婉君》这首歌，我真的就是都还好。你如果刚刚出来唱的是《雨蝶》这首歌的话，哇，我真的当场眼泪都会下来。说了不算，唱两句，看看他真的会哭啊。我向你飞。的嘴，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你飞与温柔的嘴，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我想你飞。手我抱他的时候手都在抖。哎呀，我觉得他不是哭了，现在快疯了。真的，他看到你真的好开心。当然我们所有喜欢琼瑶剧、喜欢李翊君的歌的朋友们看到李翊君也真的很开心。谢谢你，小宁。对琼瑶的感情，其实现在这么多年的过去了，现在想一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很多人想到李翊君就想到琼瑶阿姨的连续剧，她的连续剧变成是我身上的一个符号的代表，所以对她呢，我觉得是无尽的感谢。还记得都唱过哪些琼瑶剧的主题曲？譬如说刚刚的婉君啊，婉君、雪珂，然后一帘幽梦的片尾曲，然后还珠格格的雨蝶，都在我们脑海当中回荡。还好吧，就是开心。所以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李翊君，欢迎他常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行了，我告诉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恭喜你。哎，不管多少钱，我觉得见到李翊君一眼已经够了。对，这个钱现在已经不太重要，但是1000块还是可以买一套比较一般的音响设备了。比较一般的音响设备，就没有那么大的环绕立体声。那我们就再加把劲儿好吗？要。第二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给他点鼓励好不好？你又知道了。这个难度应该不是特别大，不大对吧？好，那你回来告诉我。不用唱着回来吗？你可以。啊。好，你可以带表演。我有一脸幽默。哒哒哒哒哒，中。哒哒哒哒哒哒哒。今天小孩都哭了，你还唱？哪一个？我突然觉得你好像谢娜了。好吧。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告诉我，你听到的是什么歌？听到的是许茹芸的《一帘幽梦》。确定吗？确定。你知道是哪部的吗？《一帘幽梦》。一帘幽梦。后来翻拍了又见《一帘幽梦》。哦，还挺熟啊。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欢迎歌手白若曦。欢迎你，白若曦。小明好，谢谢你。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特别希望自己床前能够有那个帘子。我觉得很多女孩应该都有过这个想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扒开那个帘子。我有一帘幽梦。哎，那男主角叫什么？费云凡。你觉得费云凡喜欢就是你和谢娜这种外放？我长得像林青霞。哦，我是内地小林青霞。白若曦，白若曦。我突然觉得你特别好看。谢谢。我希望你在年底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你爱的人，把他带回家，好不好？哎呀，你人好好。这个祝福对他来说很实在。谢谢白若曦，谢谢，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Give it up。好了好了。是不是现在特流行这样逗我啊？你们这些选手是不是说好了呀？上来一个都要耍我一下。你看你这么热爱表演，从小看到电视剧就想去模仿里面的主人公。嗯，那比如说你在家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可以给我们讲讲吗？比如说，举个例子，很简单的就是会邀约很多男生啊，就跟我去田野间奔跑，就是希望他们来追我。小尼哥哥来追我呀！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赶紧得让他去开门了，好不好？来，第我都晕了，现在是第几扇门了？第三道。好好好，第三扇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来，加油！我们给大王一点掌声鼓励一下。Hello everybody， 真性情的一位女子。唱起来啊，都没听够。看你刚才的嘴型，我觉得基本上他应该是猜出来了，对吧？嗯，特别经典的当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还珠格格》。确定？哎，一二部，第三部好像没有。我很了解的还挺详细的。第三部主题曲是《奈何奈何》。导演加大难度啊，不能让他轻易拿走30000块钱哈。当到底对不对？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呀！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美我不敢看呐、啊。谢谢谢谢谢谢。先把掌声送给0086组合的四个小伙子，欢迎来到开门大吉的现场。你正好都过去了，你看。你现在看一看，你选一选，如果让你选择一位当你的尔康，哎、当你的男朋友，哪一个是你的？王硕。啊，你都知道？哎，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王硕？我知道0086啊。啊。我天哪，你厉害、啊！他们是偶像男团哎。哇。我以为只有像我们的90后才知道他们，像你这把年纪。我们80后也看。好，我建议你啊，用琼瑶的方式尝试看一看，跟王硕或者是其他的男团成员来表白。表白？对。你看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可云，他表达感情的方式，你知道怎么表达吗？可云的这个节奏也太快了，我想想啊，爱的发疯式，三二一 ，action！ 王硕，看到王硕了吗？王硕，王硕，告诉王硕，告诉王硕我爱他，告诉他你告。王硕，我告诉你，你看王硕不喜欢这样的。好，紫薇的深情矫情是，紫薇的简单。嗯。王硕，我等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可我仍然感谢上苍，给我你这个可以等、可以恨、可以怨、可以爱的人。从今天起，我们每天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好吗？哎，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当你的手搭上王硕的肩膀的时候，他的眼神是……而且他做了一个舞蹈动作。接下来最难的雪姨拍门式，雪姨，这个怎么告白？来，想想啊，三二 ，action。王硕，开门啊！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喜欢我，你有本事开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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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本事喜欢我，你有本事表白啊！说爱我，说爱我，说爱我！我天哪！我特别好奇的是，面对如此猛烈攻势，王硕同学，你面不改色，心不跳、啊，就是以王硕的性格，平时这样，如果有这样的女孩在他面前的话，直接就。这几位表现都还不错，掌声鼓励一下哈、啊。虽然表演稍微有一些浮夸，但是这也基本上体现了琼瑶表达爱情的一些方式。0086的四位小伙子，谢谢你们。你还好意思回来啊？你心里只有王硕。不知道能不能有后续就是了。你不会有可能了，放心吧。恭喜你，大王，大王，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谢谢，谢谢大家。我感觉你拿了奥斯卡奖，不是选美皇后。选美皇后哈，接下来是第四扇门，5000元，准备好了吗？好了。应该要继续走的吧？走。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哎，跑过去的，真是太美了。好，来。送你三个字，想得美。你别走你。这个稍微有一点没那么熟。嗯，但是感觉听过的。但是好像应该没错的话是，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电视剧和这个歌了。哦。庭院深深。庭，你确定吗？应该是。你确定？刘雪华的那个。到底对不对？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两个世界。
谢谢，掌声送给子怡，谢谢子怡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庭院深深》，居然又被你答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来吧！我天哪，你力气怎么那么大呀？今天是重阳主题，所以今天大王来的特别对。但是不光你一个人来吧，亲友团来了吗？来了。来的人多吗？来了不多，3个人。来吧，好多人要来，我控制住了。啊，你控制住了，都在门口等着呢。来吧，连线第二现场，马团长。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大王的亲友团，这位就是美丽的大王的干妈。哎，你好，大王，加油！哎，小美。哎，小美。这位呢是大王的男闺蜜。这位呢，据说是大王的一位追求者。你是不是？他让我这么说的。我基本上知道大王的性格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他身边人都跟他差不多。对，哎，那我特别想知道，哎，这个大王在舞台上是那种状况，他生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吗？啊，您这还疯啊？怎么疯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他迷那个琼瑶剧，对吧？那个《一帘幽梦》，他家里要有那个帘子，嗯，他到我家也给安一个帘子。帘子，他让我出门进门也一帘幽梦。我跟小美说，小美，我们这样的少女啊，都要有一颗少女心。哦，干妈也有少女心。对，我闺女非常的聪明，而且吧，我特别希望她现在找一个金龟婿。所以我们为她准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加油口号。对，这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的口号就是：大王，大王，独守空房。哎，什么口号这是？你们是朋友吗？还让人独守空房？谁想的？我告诉你，大王，你一定不会独守空房。嗯，谁说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穷男郎？大家往第二现场看，我们的马团长活脱脱一个穷男郎。太荣幸了，希望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加油，加油！再次掌声送给亲友团，谢谢。接下来是地图上的10000元，你要继续走吗？要走。真的要走？我看好了，有一套很豪华的那个环绕立体的音响。5000还不够，对不对？不够，有点价格稍微有点小贵。好，第五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给大王一点掌声。一起给我鼓励一下吧。好。他叫玲玲。啊，玲玲，我可以再来一次吗？玲玲，快下去吧。我不要走。你别把我们玲玲弄坏了，玲玲很贵的，玲玲无情的价格。来，回来吧。哎呀，什么情况？啊，这个好。你真的没听出来？我可以求助吗？可以求助啊，你的选择。但我怕我的朋友比我还笨。那你没别的办法了。只有靠他们了。对啊，你求助亲友团，那来帮我们抓紧时间。好，来连线第二现场，亲友团。哎，还是求助马团长吧。啊，你知道吗？不是，我是问你们。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在亲友团。亲友团刚瞬间安静。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什么？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琼瑶的。不管是不是。你表现的时候终于到了。对，就是对，就是。唱这首歌的人呢，经常伴我入眠，他所有的专辑我都听过。哎，你不要闹着玩这大事儿。真的，这个乐队叫好妹妹乐队，很红哎。刚开始唱过。所有的歌我都听过，但是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它是琼瑶的吗？好妹妹是刚出来的一个组合。对啊，但是这首歌就是他唱过的呀，叫《松林的低语》。啊，这首歌好。松林的低语，对，是吧？大王，你相信他吗？相信这位追求者吗？我又相信他是真心的吗？我又不是你追求者的真身份保证。这首歌叫《松林的低语》。好，梁汉文，你给我听好了，错了，我真的懂了。松林的低语，确定吗？只有这么高了。这是你的第五扇门，很多观众也表示怀疑。来，
让我们期待开来，无论什么结果一起面对。开，抱着你好不好？凭什么你抱着我呀？我紧张，我拉你的手吧，我烦，抱个手。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对了对了，送命的地充满了柔情蜜，我们从林中走过，踏着往日的足迹，过去你们人呢？什么呀？没有看过他们人。人啊？没有，就听过他们的声音很美。他们的声音是需要。没想到人也那么美吧？他还好，你就。好像很多就是像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就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两个帅小伙，对不对？为什么会叫好妹妹乐队呢？我跟秦昊第一次碰面，我们弹吉他唱歌，唱了孟庭苇的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然后就觉得说，哎，如果把在一起唱歌的第一首歌作为一个组合的名字，还蛮有一种互联网这种比较恶搞的这种精神。当时是想着说，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会是谁，叫一个对吧？怪怪的名字也无所谓。没想到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好妹妹乐队了，但这会儿改名字已经来不及了。再次掌声送给好妹妹乐队，继续加油！期待你们下一次的演唱会啊，谢谢，加油，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我的天哪，真的假的，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来了，恭喜你，够了够了，现在是第五扇门，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够不够？够了吧？够吗？够了，因为那个音响那一套一共才只要7800多。啊，其实只要7800多，我还剩2000多呢，剩2000多，嗯，哦，还能请他们吃个饭什么的啊，够了吧？太抠了，吃个饭，吃个饭。好，那你的决定是，够了，见好就收。嗯，那好吧，恭喜你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恭喜你，在这儿感谢长春汽车好的会员陶果肉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再次掌声送给大王，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这里是由长科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那么此时此刻你可以拿起手机摇一摇，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就有可能获得由中国福金利福的金利福珠宝为您送上的精美礼品一份，掌声有请王平登场，欢迎你。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王平，今年46岁了，我是看着那个琼瑶的小说，喜欢他的电影还有电视剧，看着他的书，看着他的影视剧成长起来，对对对。那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因为孩子上高中了，我希望给孩子换一个好一点的电脑。换一个电脑，对对对对对，实在的一个梦想啊。对对对对，好了，实现家庭梦想，一起，谢谢大家，开门大吉。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这个对你有没有难度？您先说歌名。歌名叫《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确定吗？确定。那我们就开一开试试啊！来，到底是不是在水一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对了。对了吧？在水一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了1000元。谢谢谢谢。来是第二扇门，请按下门铃，加油。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青青河边草》，歌名叫做《青青河边草》。对对对对，验证一下第二扇门能否成功打开。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耶，听对了。啊，太可爱了，小宝贝。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唐子怡，对不对？对。谢子怡。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好，谢谢耶。您看这个，基本上琼瑶的影视作品您都看过吧？
一部分，也不是所有的都看过啊。那我觉得这样多多少少自己的人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就像刚才那姑娘一样。对，对吧？对，因为是我看到她，我觉得她们太年轻，就太青春了。哦。然后我会想起我那个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琼瑶式的浪漫？有没有制造过那种浪漫？有过。你给我举个例子。真的有过的，我收到过的这个唯一的一封情书。嗯。至今我不知道这封情书是哪个男生写的，写了匿，哎，对，匿名的。是琼瑶体吗？关心一下。他在这个里面对我的那个眼睛啊，嗯、描绘的特别多。哦、说你那那个什么大大的黑黑的眼睛啊，那个像什么夜晚的星空，嗯、又像什么一汪清泉，那个怎么说来着？我给你总结一下、嗯、啊，我大概总结了一下琼瑶体啊。无非大概就是那么几点，第一点是能用三句话不说一句话，对，能用反问句不用陈述句，最后一条很关键，能哭着喊着不好好说话。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嗯嗯，琼瑶体它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时代的标签。如果回到那个年代，大家都会觉得哇，这种说话的方式真的是美极了，对吗？ 对， 对。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开门，接下来是第三扇了。好的。继续走，好，请按下门铃。来，全场的观众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一下。王平大姐，充满了琼瑶的情怀，你仔细聆听第三首歌。比较新一点的，哦，你能唱出来吗？唱一句。好想好想，对吧？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关键是歌名，歌名叫做《好想好想》，对不对吗？对吗？那我们来验证一下啊！现在是第三扇门，如果对了的话就是3000啦。让我们期待开门大。起耶、yeah, 对了，这是谁啊？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去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住你眼中的情意，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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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刚才门一开，我真的是仿佛看到感觉到舒缓出来了啊，掌声送给帅金红，谢谢帅金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好想好想》，这是哪部电视剧的？这个是《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里边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有。你也经历过？也有过。情深深雨蒙蒙，您都经历过？对。等一下，我先公布一下啊，这个很重要。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恭喜您。好，谢谢。不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您是谁啊？是哪个角色？是这样，依萍有一个情节和我当年有一个情节是很类似的。哪段啊？就是说，依萍当她看到那个如萍和书桓订婚的那一天，然后她心都碎了，然后她走到那个桥边，一个河边，走到那个桥上，从那个桥上跳了下去。其实当年呢，我有过一段那个类似的经历，但是不同的是结局不同。依萍。对，我没有跳下去。
本来也打算轻生啊。当时反正是确实特别痛苦，但是我坐在海边呢，思想了好久好久，就是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就是想得更长远了一点。既然他放弃了我，那说明他就不是我的菜。大家说对不对？关键时刻还是劝住了自己，对，选择了阳光的一条道路， 对， 对吧？其实小宁，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从那个梦想到现实的一个过程，是人成长的一个过程。一段恋爱，一段感情经历，如果它成功了就是爱情，如果失败了那么就是青春。所以青春对不怕失败。 对， 对， 对，就是这样。掌声赐给王平啊。那有没有人陪伴您度过您的青春岁月，或者说今天亲友团有没有谁见证了您的成长？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吗？对对对对，好。马团长，哎，这位就是王平的干女儿。大家好。这位呢是王平的妹妹。大家好。闺蜜，闺蜜，这位是闺蜜。大家好。那三位是给王平加油的。微信啊，一起。王平，王平，开门不停。接下来是第四扇门，您听不停？开门。继续开。对。请按响门铃。加油。这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吧，这首歌我倒会唱，我就怕把名字说错了。唱两句。问一声那海鸥，你飞来飞去又何求？问一声那彩云，你飘来飘去多烦忧。好听哦。所以说呢，我就不知道这歌是叫问一声海鸥呢，还是叫歌名叫海鸥深处彩云飞。求助一下亲友团吧。你确定要求助吗？我确定，求助一下吧。来了啊，这个歌曲呢大家旋律非常熟悉了，就差这歌名了，到底是什么，什么海鸥，什么什么什么啊，彩云伴海鸥。确定吗？你说话来说。我觉得是王平。伴云伴海鸥，应该是这个名字。那确定我们就试试彩云伴海鸥。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感觉像一道菜呢啊。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结束了，我去报道了。我去拦路了。
拦不住，刚才使劲拦。我太喜欢了，太好听了，怎么了？哎呦，特别喜欢。我老过来，他老拦着我不让我来。你让不让我说话？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歌手。我让你说，我先得先抱白雪。抱完太喜欢你了啊，太喜欢你了。太好了，那我们把掌声送给白雪吧，谢谢白雪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谢谢，恭喜您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来，再来一下，试一下，太好了，我觉得刚才。应该算是险胜，那您的求助就算是已经用过了，对对对，接下来是第五扇门10000元。您怎么办？我就不想去了，见好就收。对对对，给孩子买个电脑，也差不多吧。多少钱？现在是5000。5000块钱啊，5000足足可以了，可以了。那我满足了，知足常乐。对对对，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尝试出色好的黑人炒果肉，为我们选手准备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你王平给我们带来的。谢谢大家，这里是由长科气色好的汇源桃果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现场的观众每人将会获得由长科气色好的汇源桃果肉为你们提供的汇源大礼包一份，谢谢大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大家是手机摇一摇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就有可能获得由中国福金利福的金利福珠宝为您送上的精美礼品。好了，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我真没想到他跟琼瑶还能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之间？不敢想了，掌声欢迎杜小雨上场。呼呼，哇，看出来是谁了吗？让我亲切的叫你一声田夫哥。哎呀，小田老师你好啊。二夫，小雨，大家看到这么多称谓都是我的哈。对，我们的杜小雨连续3年在春晚上都有特别出彩的表现，比如说2013年那是第一次上春晚嘛。对对对，今天的幸福。对，2014年是服不服，服不服。对，2015年就是今年的是叫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哎，演了个领导。对对对，演了个领导。发现你演什么相声啊？反正岁数都比较大。对，那杜小雨我特想知道你跟琼瑶啥关系。关系太大了啊。第一点，我特别喜欢琼瑶剧，我从小就看琼瑶老师的作品长大的。第二点，你看啊，你看我这个造型啊，我今天是把头发剪短了，但是我要再留出来一点怎么样，马景涛对吧，我要是再留长了怎么样，秦汉对吧。来，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一看啊，脑补一下是不是被我逼的都已经这样了。但是真的是我感觉我是有琼瑶气质的，我是有偶像包袱的。哦，小雨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吗？是，真是这样的。那既然你跟琼瑶这么有渊源，那你告诉我你今天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啊，沈腾、马丽和艾伦他们带着我们的一个大电影第一部开心麻花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到这儿来参加了咱们的节目。对，那么大家不知道的是还有一部同名话剧也叫夏洛特烦恼。先有话剧再有的电影夏洛特烦恼。对对对，所以说我想把今天我赢的家庭梦想这个钱呢、都买成票送给观众好不好？谢谢。行，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谢谢，好吧，谢谢。来，全场的朋友们，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那我们就开始出发。好嘞，来，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哎，第一首啊。听完了，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有一个姑娘，对吗？应该是有一个姑娘。肯定，那我这门不得不开一开，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耶。是醒着也是醒着。
我就是这个姑娘。你就是这个姑娘，掌声给周美君，可爱的小赵薇。好，真的好像啊，真的好像，对啊，很可爱。行嘞，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开门吧，第二扇门2000元，准备好了吗？来吧，请按响门铃。来，给杜小雨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加油！第二个啊，仔细听。不用听完了，你怎么每首歌都听不完？不用听完了，不用听完了。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哎，梅花三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梅花三弄》。我还想说，你这个关于琼瑶的知识储备怎么那么足呢？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啊。什么歌？梅花三弄。梅花三弄，确定吗？确定，确定。到底对不对？这是第二扇门，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耶、yeah。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见多少故事，一笑昏梅花三弄。谢谢王东海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梅花三弄》，恭喜你，杜小雨同学，你的家庭梦想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掌声鼓励一下。哎，你刚才你别说你年轻的时候很帅，是啊，对啊，我这么说吧，啊，就是我瘦的时候，这个我们学校那会儿，在考大学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濮存昕和这个佟大为的这个要求来招的我啊。哟呵，啊，这样。你瘦的时候像濮存昕和佟大为？哎，对对，合体。他们俩合体了，就是对，合体以后就是我了。真假的？真的真的。我们其实导演找到了杜小雨当年的照片，啊，跟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看他说的真假的，是不是真话？请看，哇，真找来了。你看上面那张像濮存昕，下面那张像佟大为。哎，对，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吧？那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呀？一言难尽呢。这个照片应该是我在高三的时候拍的，然后备战高考那段时间，就我妈天天就什么好就给我吃，什么好给我吃什么，从那时候开始，然后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越来越胖。那是起点，那起点，起点。我其实觉得你身上的肉给你带来了福气，是吗？当然了，没有这个肉你怎么演前夫？也是，我要长这样，我可能上不了春晚。对呀，这绝对是现男友，哪是前夫啊？好了，现在是第三扇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按下门铃，加油，来点鼓励嘛。大家安静，让他仔细想。我忘了这是叫雨蝶还是叫化蝶，就是，雨蝶还是叫化蝶？我想想，应该是雨蝶，应该是雨蝶这首歌。雨蝶，雨蝶，雨蝶，来吧，这是第三扇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到底杜小雨的答案
对不对，他已经做好了开门的姿势了，但我就不用这姿势，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太坏了，对了。你干嘛呢？我那什么，我特别激动，我一下没控制住，你知道吗？你怎么就你干嘛激动呢？不是那个，我一开始看李老师在前面这样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跟我说呢。后来我发现没冲你，而且我的手只要一伸出去，他就握我的手。对呀，太激动了。小雨，你喜欢李翊君的歌？我特别喜欢。然后李老师，我能不能提一个冒昧的要求？我想跟您唱一首您特别经典的评剧，行不行？跟您一块合唱。可以吗？可以啊。好，两位合作一下。合作一下。你的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却已有个我。很会唱我稍微有一点激动吧。哎，我真的太激动了，能不能那个啥，能不能什么，能不能什么合个影？合影，来，是不是合个影？来，有完没完？一二三，来，哎，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李翊君，谢谢小林，谢谢，拜拜。恭喜顾小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Yeah!
我跟你说，我是在前几期学的，这不怪我。不是我们的导演，这些选手都怎么回事啊？录节目之前的培训工作要做好啊，这样的话我真的没有心情再录下去了。你还想不想开了你？开。接下来是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心里还想着你，听好了啊，仔细听。放开那门铃，听出来了吗？跟着哼一下。什么歌名？应该是小冤家，对吗？对吗？什么呢？啊，答案还没公布，他们高兴是因为他们就终于可以回家了，是吧？到底是不是小冤家？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耶、yeah! yeah! ！掌声送给我们带来这首小冤家的 Color Girl，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来吧，耶！小雨，哎，你今天替我们来谁了？来人了吗？竟然来了，你还有朋友啊？那我们来看看，杜小雨的亲友团都来了谁？来，马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今天小雨的亲友团呢，都是开心麻花团队的成员，对不对？哎，啊，也是小雨的好朋友兼同事，同时这几位也是这个《夏洛的烦恼》当中的话剧的演员，没错。对，看你们都挺苗条的，为什么小雨你体型怎么不见瘦呢？因为宇哥老是因为我们可能他关心我们这个就是小弟弟小妹妹，所以就老请我们去吃饭。哎，一不小心就点多了，我们就抢不过他，基本上我们啥对。你明天不要演了，我跟你说。这样吧，我觉得其实啊，作为演员，真正拿实力说话是要靠演技的。如果给你们一段琼瑶剧的词儿和片段，你们能现场说来就来吗？那当然了，可以吗？没问题。我们准备了一段，就是《梅花烙》里面，你们先看一下啊。我先看一下。让我过去，求求你们让我过去，在情感上的是我丈夫，让我跟他说最后一句话，求求你们让我过去。你说。
那我安排一下角色吧。苏小雨啊，哎哎，你就演那个咆哮帝马景涛。好。哇，本色出演。媳妇儿谁来演啊？你别说他打打挺像的，也是本色出演。你来演哈。本色出演。好，我也来演一个，我就演那个。你演谁啊？按住他的那个。哦哦，你就演按住我的。对，先是你开始啊。知道，先是你开始。老实点。浩真，你们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身首异处的样子，巫师中相，咆哮，魂魄相聚。掌声真的要送给开心麻花的演员，谢谢，真的好棒啊，太聪明了，真的。行了，那我们要不要继续开门？你对他们有信心吗？我对他们有信心。现在主要是对他们有信心。我们对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宇哥，加油！好，宇哥加油！那我们就走，走。第五扇门，第五扇，来，请按下门铃。加油！上了啊，走你。这就完事了。这个我有点得意忘形了，完全没有听出来。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求助啊？啊，你要求助？我求助吧。好，我真的完全没听出来。你要实在是没听出来，那赶紧求助吧。来连线第二现场，抓紧时间。犯难是谁是吗？来了啊，求助了。来了，用你们的时候到了啊。宇哥，我们对你有信心，加油。哎宇哥，宇哥，咱是歌词是问什么？是费翔，很费翔唱的一个。哦，问什么？想想。问太。问太阳。问什么呀？问什么羊？问朝阳？问琼瑶阿姨写的肯定是带点那个琼瑶味儿啊！对呀，美呀！你说咱就组合吧，问什么羊？你要问斜阳？问朝阳？问斜阳？你再理一遍，你刚虽然说出来了。问阳光？问夕阳？我说出来了。对，你说，你重新跟刚才说。问朝阳？问夕阳？问朝阳？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你听哪个像琼瑶写出来的呀、啊？不是，都挺像的。是倪老师，你这个状态好像把我往问斜阳，问斜阳问斜阳吗？问斜阳，歌名叫做啊什么？问斜阳，确定吗？确定，好紧张啊！反正我也不知道，我送你吧。好不容易问这么一回，到底是不是错了？对不起，五千就没了，清零了，清零了，明白哈？如果对了就是一万，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问斜阳，你几深情而得着我？问斜阳。问斜阳，你有冬儿
恭喜你，杜小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不可思议，10,000元。哎呀呵，没想到啊！接下来该第六扇啊，你要不要继续闯一把？再往下走，我觉得你这个凶多吉少啊，危险了，危险了。那你的意思是你要？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了，停在这儿，停在这儿。对对对，你的梦想是哦，买票给观众。对，买票给观众。哦，要不然我再往下走，大家没票了，是不是？是，对我这么没信心？真是，回答的都那么干脆。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吗？恭喜杜小雨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感谢常会支持好的会员糖果肉为我们推出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小雨，谢谢开心麻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就是这样，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尼克麦迪，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咱们只要有梦想就能实现，只要不放弃，就拼我自己的努力。我希望我爸妈以后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是非缘，对他来说，这样做不太吉利啊。花也花为谁开，又为谁败？来开门大吉，是为了我的温柔宝宝。谢谢家庭梦想，一起。